看跟賣國賊嘅事實。朱凱迪議員説中咗咧，你行為不檢點，請你立即離開會議室。市民，大家要睇到呢啲嘅總部代表我哋香港人咧，仲有冇資格代表我哋中國人咧？嗱，佢哋就不停咁樣食人氣饅頭，叫人衝，自己衝，冷氣狂衝。做呢個政權嘅走狗。A murderer stinks forever, and what we did today.Is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we should never forg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killing its own people 31 years ago. 悼念一分钟六十四秒。各位议员，根据《议事规则》第18(1)，如本会进行默哀系。會議開始時進行，而唔係在會議。我發言咧係反對四位議員提出嘅有一項修正案。國歌法係一個好跨立法嘅工作，結果咧係搞到一鍋泡嘅，卒之咧要主席發出指令，觸犯法例。最重要嘅係唔係有罪咧，係要經過法庭嘅審判嘅。大家對我香港嘅法庭咧，大家都有信心，所以咧係唔係咁多人真正擔心嘅啫。國歌法經過一年的諮詢，另外法案委員會也召開了17次會議，討論超過50小時，收集了各界意見，如果邀請了公眾人士發表。